所有的异常都在越来越快地消失，但为什么我感受不到普罗尼亚姐姐他们？下面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不能只是等在这里，让我不能动弹。来一场华丽的舞会吧。应该是这边。我盛装打扮的样子有没有让你前面确实发生过战斗，但无论是布罗尼亚姐姐还是那个凯文的气息飞起来了。随风飘扬的裙摆就好像翅膀一样呢。我盛装打扮的样子有没有让你心动呀？要跟上我的步伐哦。这里一个人都没有。这么说来，世界蛇的其他人又去了哪里？比如小空的老师是留在地球上了吗？平常的月球就是像这样荒无人烟吧？像这样想想倒也不觉得害怕了。莫名的熟悉感，难道说在量子之海的时候结束了？抓到你了，别心急嘛。我来了，来打我呀。我将扭转万象，准备好了。布罗尼亚姐姐说过，恐惧会偷走人的理智，让人陷入慌乱，判断失误，所以我不能害怕。
想些什么？布罗涅姐姐他们一定也在想办法和我取得联系。我不是一个人，不能随便放弃。不能让礼服被弄脏了。我盛装打扮的样子，有没有让你心动呀？起来了，气死我了，你果然就是个笨蛋。我没事。怎么可能没事？你刚刚……那还不是因为希尔实在太急了，我都没有准备好。可是你消失了那么久。都说了没事，只不过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家伙，浪费了一点时间而已。难道你在怀疑我的本事？我可是很强的。希尔，你不要摆出这样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啊。好啦，是我的错，不该对你大喊大叫的。不是的，我只是在想，自己实在太没用了。你在说什么傻话？你能好好的站在这里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所以，你确实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吧？别担心，希尔，我什么都没有遇到。可是我也会忍不住去想，如果我的力量足够强大，就不会弄丢希尔，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找不到布罗尼亚姐姐他们。还有，如果……行了行了，你可真是……哎，看来如果我不好好说明情况，你就要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揽在身上了。我告诉你，是一个非常强大而又恐怖的存在带走了我。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机会从他的身边逃离，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回到你身边的，你呀就对我温……太好了，你平安无事的回来了。嗯，我回来了。所以，希尔，你说遇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从庇护所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所有人的气息都不见了，这会不会和你说的敌人有关？谁知道呢？那个家伙自称是我的同类。同类？谁？装神弄鬼的家伙，你把我弄到什么地方来了？快出来！不然……不然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果然你和他一模一样呢。什么我啊他啊的，你到底是谁？再警告你最后一遍，赶紧出来，否则你会为自己承受了那种代价而后悔一辈子。唉，真是个性急的孩子。那个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反正我已经在这里了，也不会再中什么世界蛇的圈套。那个人自顾自地说我是什么天然的理性，莫名其妙地把我们都吹捧了一番。
不是你说想要见我吗？所以我便满足你的愿望了。真是难得，居然有人愿意和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灵魂分享身体。唉，你或许不知道，想要和人彼此敞开心扉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。真的，我不想和你为敌，只是想要和你处好关系罢了。总之，那家伙耍了些小花招，害得我……算了，总之，在被那家伙控制了漫长的时间之后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他分心的机会。我当机立断从那里脱身，之后不久就与你取得了感应。总之，你是真不知道那个人有多奇怪。下一次，如果他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一定要让他尝尝我的厉害。没关系，只要你回到我的身边，无论什么事，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。只要你回来就好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希儿？你刚才不是说你的那些同伴？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希儿，我们快去下面看看。我们现在像不像在约会？这是……傻瓜，难道你也想被吸进去吗？姐姐，这下还真是麻烦了。怎么了？这么出神地望着我，是在想些什么？